消防局广播，台北市消防局广播，目前外双溪河域上游大雨，请民众上岸，禁止戏水。外双溪的上游由于有大雨，所以整个溪水是暴涨的。消防局的双溪分局在碧溪桥还有枫林桥巡视，提醒民众千万不要下水去玩水。那么经过消防人员广播劝导之后呢，现场大约是有40位的民众赶快离开上岸，才没有发生任何的意外。我们要告诉大家，我们有优惠，我们中天的网友哦，这些东西都可以在我们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。现在有3种不同的好康组合，购买的时候呢，不要忘记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折扣代码可以给大家来输入，可以享有一些优惠好康。